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二十四页啊，第二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啊，善财一生借权正苦，权属无碍，盈显同时，业绩崛起时宗。处入王于表里，初心正觉，是多生于刹那；实性道源，一念该于佛地。至是，地前菩萨出世生矣。无辈声闻，玄见觉分。融通无碍，一度交参，圆正相应，名为佛地。当然，这里是一段。在这段文里面，这是这一部论文它的总结，善财在前面跟诸位介绍了，他是一个修学大乘人的榜样。这个人是谁呢？这人就是自己。你真正发菩提心，修学大乘，你的名字就叫善财。善是什么？善根。财是福德。啊，你已经具足了善根福德。你看《弥陀经》上世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叫善财啊，善根少了，福德少了，因缘少了，都不能往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啊，《弥陀经》上写得这么清楚，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一生啊，《华严经》善财童子为我们实现一生圆满啊，全证就是圆满啊，不是分证啊。哪些是分证呢？《华严经》上从初住以上到等觉，这41个位次叫分证。啊，全证呢，那是妙觉位呀，啊，等觉上去就是妙觉，究竟圆满的佛果叫全证。
啊，他这里讲戒权证，就是位位都权证。啊，年究竟位是42个位次。啊，41个是分证位，最后一个是圆证位。啊，也就是此地讲的权证。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善财表法的意思啊，千万不要误会，真有善财这个人，那你到哪去找去啊？啊，华严全是表法，啊，人人都是善财，啊，称童子。同叫童真天真烂漫，没有一丝毫污染啊！啊，没有污染，没有分别啊，这称之为童子啊。所以你懂得他表法的意思，我们才能真正在华严里面学到东西。卷书无碍，卷是展开来，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书是展呢，卷是收啊，收拢来呢，意味成展开来呀、啊，是遍法界虚空界。那、啊、这舒展，这是一不是二啊！啊，就是我们中国古大德所讲的“小而无内”，卷是小而无内。啊，展开来呢，是大而无外。啊，没有边际，没有外呀、啊！啊，大到什么程度？没有外，小呢？小到没有内。啊，大小不二，内外不二。啊，这个我们在前面都曾经学过。啊，它是一不是二。啊，一微尘，一毛孔里面。有大千世界啊，一一毛孔，一一微尘，皆如是，没有两样啊！啊，迎现同时。隐是常寂光啊，现呢十八土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细显啊，隐显同时啊，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显啊，隐显同时，隐是什么？能生、能现、能变，显呢？所生、所现、所变，同时，显中有隐，隐中有显。你看看禅宗，这很明显的例子啊，禅宗去参禅呢，参明心见性，心在哪里心在万象之中
啊，他见到了。那么四明显的四相呢？明显四相在自性之中，开悟的人全见到了。啊，慧能大师这个五句二十个字啊，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二十个字，五句，实际上讲一桩事情。就是性相啊，心我们六根圆不到，相可以圆到啊，相呢，相就是自性变现出来啊，心在相中。业机，这个业机就是无分别，觉其实踪，没有实踪。啊，这个业机是什么？我们常讲的，一念不生。啊，在《华严经》上，我们常讲的是。不起心，不动念，诸位想想，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它还有实踪吗？没有实踪了。起心动念就有实踪，不起心，不动念，实踪就没有。实踪是什么呢？时间。所以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一念呢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时间不是真的啊！我们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所以理一心不乱的是华严经初住菩萨的境界啊，是禅宗明心见性的境界啊。四一心还不到啊，四一心是这个方便有余土，理一心是宝庄严土啊，功夫成片的是凡圣同居土，哎，这个我们得清楚啊！清楚之后，人要奋发，要向上啊！在这一生当中，因为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无论你搞什么，到最后你都落空啊！寿命终了的时候，你都落空。唯独念佛了，这个不空啊！念到功夫成片，你就生凡圣同居土；念到四一心不乱，你就到方便有余土；念到理一心不乱，你就到十宝庄严土。这个绝对不是假的啊！啊，生十宝土呢，那就是化身大士了。啊，是分证为佛。出入妄语表里，有没有出啊？没有出，也没有入。这一边教给我们要入六观啊，修五指入六观，有没有入？没有。为什么没有入？
变法界、虚空界跟法性是一体，一体里头哪有出入呢？那这出入什么意思？就是你证得叫出，你豁然开悟了叫出，迷了叫出。所以出入是个代名词，迷悟代名词。啊，迷悟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外表内里，外表是法相，里面是法性。跟前面讲的这个性相啊，一个意思。啊，相是外表，性是里，里外是一，不是二。啊，你找不到里在哪里，外在哪里。初心正觉是多生于刹那，这个初心呢是初性位啊，华严经上讲的实性菩萨初性位啊，他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是一样的啊，都是断八十八品见惑啊，确实他证得了圣位，但是他并没有出离六道，要到七性菩萨才出六道。啊，七性菩萨了，断烦恼的层次啊，跟阿罗汉相等。啊，证得阿罗汉果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这个在《华严经》里面，七性位的菩萨就脱离六道了，六道没有了，他升到四圣法界。你看。七啊，七八九十啊，这四圣法界嘛，声闻、缘觉、菩萨、佛，哎，你就很清楚啊。十法界里头的啊，七心，七心为。是声闻啊，你看八心圆觉，九心菩萨，十心佛，这个修行时间很长啊，是多生与长啊，啊，多生多生多劫，无量劫前呐，啊，没悟的时候有啊，悟了的时候，悟了的时候。无量皆是一刹那，全在迷悟。那佛法里头是迷悟两个字是把所有一切都包括了啊，这里说的再多离不开迷悟啊。摄性道圆啊，摄性圆满了，一念盖于佛地，这个一念是什么呢？是他的功夫。这个一念叫理一心不乱，破了无明了，哎，见到真性，证得法身了。这就称化身大士，他真的成佛了啊！他升到一真法界啊，升到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十法界没有了
至是地前菩萨了，出世生意。这个地前菩萨不是圆教啊，小教、宗教、别教啊，这些菩萨了，对这桩事情生疑惑，怎么看到他是凡夫，一下就成佛了？哪有这么快？啊，尤其是净宗法门，地前菩萨不相信的，所以叫难信之法。难信不是人呐。你看人相信的很多啊，人往生的好多啊，啊，华严宗的小教、实教、宗教，那些菩萨真的怀疑。那为什么怀疑呢？他们的分别习气没断。执着断了，习气也断了，分别也断了。不分别不断，他不能证菩萨果位。分别习气没断，依旧起心动念的，这地前菩萨了。啊，所以他接触到这样的修行人，他怀疑。五百声闻，玄见俱分。啊，这是小乘，小乘很执着。啊，虽然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没断，无明烦恼没断，所以像这样。玄奥啊，华严奥旨啊，比如做玄境，玄是玄妙啊，境是境字啊，啊，这个玄境是什么？玄境是我们的心性啊。明心见性代表这个小乘没分所以华严会上声闻推习他听不懂啊，融通无碍，一度交缠。圆正相应，名为佛地。啊，融通前面跟诸位讲过了，圆融通达。啊，我们学过《华严经》，世尊六举十种无碍，一解十度，多解十一啊。啊，一里面你见得多，多里面见得一。啊，多是什么？四相。一是什么？一是自信。啊，发现是一。前面讲隐性，隐是一，
现是多，千差万别了。啊，圆正相应，正得究竟圆满。啊，这是什么？智慧现前。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迷惑的，一切究竟圆满的觉了，这叫圆证。没有一样不相应啊！这《华严经》总结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记住是一体，一体。怎么能分？分就错了，分就迷了。啊，这个相应是圆满的，性相相应，离事相应，因果相应。啊，这个相应也是无碍的意思，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这叫佛的，佛是觉，大觉，究竟圆满之觉。啊，我们学佛，这是本论题目上还原啊，还原原是什么？佛地就是还原。恭喜你。你真的佛果了啊！你妄尽还原，那个妄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要真放下了，放下就是啊。那么今说到此地，昨天。我们学了十种佛教化众生不实事，我们体会到佛与化身菩萨的慈悲也，同体大悲也，无缘大慈。华严经上还告诉我们，世尊，世现说法也是遍一切处，啊，这是华严经苏潮里面清凉大师说。啊，苏根超都是清凉做的。为毗卢遮那如来现法界无尽深远。这句话什么意思？毗卢遮那能现，毗卢遮那是法性啊。这化身佛了，这从梵语翻过来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我们讲一切时一切处没有不在的啊，小到微尘，大
到宇宙，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这叫影啊。但是现在虚空，虚空是个相，虚空是它现出来的，所以虚空就跟这个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一样，它也是一个现，一个幻象，它也不是真的。那我们看不到虚空生灭，所以以为虚空啊是永恒的，那这错了。永恒的只有心。虚空是现一现的，自信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呀、它不生不灭了，它是清净的，它是不动的，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那么有生灭，有染净。有动摇，有善恶，那全是事上的，全是相上的，事上相上有这个东西，心上没有。诸位要知道，相中有心，心中有相。弥勒菩萨说得很清楚，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就是相，就是思想。形皆有实，那是心，那是性里面带着迷。如果不迷呢，它只有见闻觉知，没有受想行识。可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里头有受想行识，他已经迷了。见闻觉知是心的，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象，就是毗卢遮那所现的身，没有一样不是。无尽的深渊呐！物质现象和非物质现象，通通在这两个字的名字里头，深渊。物质现象，譬如我们这个六道里面，我们说这个大家容易懂。六道里面的。色界天以下的，通通有声响，有这个色相。无色界天呢，没有色相。就是它没有物质现象，它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也是深渊。那佛在这个《大乘经》里面告诉我。它并不是真的没有这个身相，在佛眼里面说能够看出来，它是非物质的身相，我们一般凡夫的时候只能看到物质的身相，看不到非物质的身相。那非物质身相什么样子？我们举个比喻，粗显的比喻。你有没有做过梦？做过啊。你做梦的那个像，为什么跟你睡在一起的人他看不到？那不就是非物质的像吗？像分吗？所以这个身影里的有物质的这个现象跟非物质的现象，可是非物质的现象有相当定功的人看到。
你在那睡觉做梦，他在那入定，他能看到你梦中啊，在那里做些什么。由此可知非物质的现象的时候，也被有相当深禅定功夫的人他看出来了。所以通通你从这里想的时候，毗卢遮那现法界无尽身，就是现全整个法界变法界虚空界。遍周微尘刹海便是周边周边微尘刹海，微尘是小世界，是最小的，刹海是最大的。这就说是没有不变的，周边的诸佛菩萨无时无刻不在啊，在哪里？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每一个毛端都是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是的，没离开我们。而我们自己的真身我们自己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毗卢遮那。你什么时候找到毗卢遮那了，你就叫成佛了在禅宗上，你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了，这是我们学佛人终极的目标而毗卢遮那呢，你看周边法界常说华严大经，令诸众生咸归性海。华严经没中断过一分一秒都没中断过说华严经目的在哪里？目的叫我们望经还原咸归性海嘛，就是还原嘛。所以贤首过世帮我们这个大忙华严经分量太大了，你看把它修行方法浓缩成这么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里面所讲修行的方法就是圆满的华严经华严经细说这是精要那么说遍十处再举例，第一个是说遍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那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初成佛的时候，二七日中在定中讲华严经这是什么？这是个相。我们今天在高雄这个小道场，在这里学习华严经，这相。实际上呢，实际上毗卢遮那佛的时候是无所不在所以小道微尘呢，大道宇宙说华严经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这个首先叫我们晓得，说遍阎浮提第二呢，说遍百亿同类一界，同类一界是以百亿世界与一个世界相同，就像我们阎浮提一样
被以言复题，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佛并不是只对阎浮提说，对整个娑婆世界来说，这个范围你看，从地球一扩展，扩展到北夷同类，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一个大千世界，他讲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那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那一个大千世界十万亿个银河系那么为什么说百亿呢？被阎浮提百亿阎浮提这就是讲的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知道佛讲经说法教学恩德第三说变异类殊行等这个在我们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了，我们在这个用天文望远镜夜晚看这个太空，太空上呢很多星云那个星云就是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形状不一样有树形。有江河型的，有回转型的，在世界庄严品，佛举例子讲的很多，确实，我们看过不少种，有四方形的，有三角形的，这是讲什么？整个那个大星系它的样子那我们居住的这个银河系它是个螺旋形的这个跟现在科学家发现的相应了佛说的不是假的第四个讲说遍刹种这个范围大了从这个地方看是世界这个大世界是有很多层次的像大楼一样一层一层的所以佛讲我们这个世界在一个华藏世界中那这个是这个是这里是个名字是叫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二位一世界之中它是二十重佛刹微尘数世界乃至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那么佛在这个世界中里头常言说法说《华严经》第五说遍华藏
啊，一个华藏世界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中，这就更大了。一个华藏世界有十个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中，从阎浮提一层一层扩大啊，你在这里看到了华藏世界有多大，无法想象。所以现在科学，那跟佛法一比的时候，科学家没讲到啊，没发现呢。啊，下面说摄遍于刹海，这是一个华藏，像华藏世界中，啊，像华藏世界这个，在这个宇宙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啊，毗卢遮那佛都在里面讲经说法，在里面做种种事情啊，从来没见到过。下面第七，摄遍前六种刹尘啊，这里注意的是刹尘，每一个佛刹都是微尘聚集的。金刚经是讲一合相，一我们现在科学叫基本粒子，在佛法叫微尘啊，都是微尘聚集的啊，形成世界。前面六种刹，要是从微尘上讲，那有多少？说不尽呐！啊，这里头有四句话说得很好：彼诸刹土，皆已尘尘；夜夜尘中啊，皆有佛刹。夜夜微尘里面都有佛刹，所以佛华严经上讲，华藏世界所有尘，夜夜尘中见法界。这就两句话说得好啊！啊，这个里面，毗卢遮那佛都在那里讲经说。啊，华严经也叫一切经啊，十方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总名称叫华严经，所以华严成为根本法门，就这个意思啊，无论什么经都可以称为华严经啊，它是华严经里面的一个分子啊。我们现在把这个一切经称为大藏经啊，要照佛大乘的意思，应当要称华严经。啊，华严经是所有佛经的总名称。啊，这个就是说明啊，佛是什么经都讲啊。那目的是什么呢？我就帮助人开悟啊。啊，这个就叫华严经。如果讲的把人迷惑了，那就不是佛经。啊，佛经是决定叫人开悟的。下面第八，摄遍尽虚空界，这比前面境界又扩大了。啊，华严经上说。一毛端处所有刹啊，我们这个汗毛一毛端，一毛端处不是一个佛刹了，
所有刹，你就晓得这个里头有多少佛刹，一毛断除。其数无量不可说，说不尽呐、啊。尽虚空量诸毛端，夜夜处刹悉如是。华严经上讲这个数量的数字，可以说在今天这个科学虽然发达到今天，说不出来啊，哪有这么大的数字啊？下面第九段，说遍有帝王。这又是好比，好比帝释天的罗王，这个意思是什么？沉沉不尽，刹刹无穷。幕后一句与佛同，这说一尊佛毗卢遮那。一佛既然如是，与十方佛一佛如是，遍诸刹海恒言此法。这是六六给我们介绍，祝福弘法利生，永远没有休息。这里头还有一层很深的意思，佛法是教学，记住佛的道场是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我常常跟大家说从30岁开悟之后，一直到圆寂之前，从来没有休息过。白天我们看到他对人说法，同时也对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说法，就我们佛门弟子相信啊。夜晚大家休息的时候，他们休息都打坐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没有躺下睡觉的，都打坐。那么打坐的时候，佛在定中说法，没中断过跟此地讲的是一样。我们从这些地方讲，认识佛法的本质，认识真正的佛法，才知道佛恩广大了。清凉大师很难得在《华严经疏钞》里面给我们举例，给我们讲如来十种恩，我们要不知恩，你怎么会报恩的念头？知恩报恩啊，这是中恩。第一个发心普被恩为如来最初发菩提心，修习圣行，成就功德，皆为普被法界群生，咸令利益安乐。从来没有间断，一次一次的重复为什么一次一次重复呢？这众生嘛，
特别是六道众生，他有生死啊！啊，活的时候学，还没学完就死了，受命到了。啊，那再的人生时他能再学。啊，虽然佛讲经从来没有简单过，一切时一切处，但是众生迷惑颠倒啊，你不能够觉察到啊。什么人才能觉察到呢？法身菩萨统统觉察到了，阿罗汉能觉察少分，不圆满。菩萨比阿罗汉的时候高明一点，也不能到究竟圆满，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帮助他望尽还原，教化众生，现身说法，从无间断。第二，难行苦行啊！啊，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啊，为求法，不惜生命啊！这些事情在经论里面说得很多啊，古人很难得，因为我们一般人呢不容易有机会去看很多经呢，从许多经典里面揭露出来，揭成一个本子叫经律意象。那这个本子专门是记录佛在行菩萨道生生世世难行苦行，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啊，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读了之后，遇到困难了，你想想释迦牟尼佛，过去。啊，遭遇到灾难了，你想想佛怎么处理。啊，大家都知道的，这就因为读《金刚经》多了。啊，《金刚》里面记载一段故事，啊，并不详细。沟里王割截身体，啊，有详细的，详细的在《大涅槃经》里面。啊，你看修行人怎样应付？啊，唯求佛法了，欢喜舍命。第三，一向为他。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啊，一向为他恩呐。这是我们都要学的。第四，垂涎六道恩。六道很苦啊，佛菩萨在六道实现，要度人，要受人身，跟人在一起为他讲经说法啊，还得表演给他看啊，表演是身教啊，就是行住坐卧思维啊，这戒律他要度鬼身，
他得先皈依王的圣像。那么在中国佛教里面，超度佛寺放焰口，焰口台对面通常是用纸扎一个鬼王，青面獠牙，叫浇面大士。那人是谁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度众生，一定要现鬼身。现人身的时候，跟鬼不相应呐，度不了鬼呀，那不是一类嘛。所以在鬼道里面就现鬼王身份，在畜生道啊就现畜生。那个猪里面前世学佛学得不错啊，临终的时候也一念糊涂到畜生道去。那菩萨知道他有善根呢，他现在躲在畜生道啊，那也变一个猪身。天天跟他在一起，天天给他说法，到他临命终时，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但是他不是学佛的，那没办法，他没有这个善根，必须他有条件。所以佛菩萨无处不现身呐，无时不现身呐。这才知道修学佛法的殊胜，不管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只要善根深厚，绝对无论在哪一道都会得到佛菩萨帮助。第五，随诸众生恩，这就是佛门里面常讲，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发菩提心的人，是求佛道的人。诸佛菩萨追随他了，不舍他，帮助他。可是这个人如果是贪图名闻利养，那就没法子。那个佛暂时也就让他去吧。等他什么时候苦受尽了，想回头了再来。只要有一个念头想回头，佛菩萨没有舍弃他的。这个恩多大。那我们今天好像佛菩萨没有照顾我们，其实错了。你能每天念几句阿弥陀佛，能每一天的时候读几这个几段经典，那就是佛菩萨没有离开你啊。佛菩萨对众生的加庇，是自己有一份沉浸，佛菩萨就加一份神力了。我们自己有十分真诚对于佛法的修学，能够真正做到乐此不疲，你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触，佛菩萨在保佑。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怀疑佛菩萨不保佑我们，那错了。这种念头，这种行为有过失。这么样慈悲的佛菩萨，肯定我们自己有过失，他的威神加不上啊。道理在此地，不是他不加持啊。
第六是大悲深重恩啊，特别是见众生造恶，看到众生堕三途，佛菩萨慈悲心，自自然然就流露啊。我们的缘具足，你就得到救护。如果我们能断恶修善，能依照经教所讲的修行，那加持的力量就非常明显了。在这一生当中，没有不成就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七，隐身张烈根，这要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早就成佛了，他的相是报身呐，在这个十报图，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这是身，无比殊胜的。他到人间来，人间造的业太重，所以这个身相都不好，都很丑陋。如果现那样的身啊，把我们人都吓跑了，我们不敢亲近他。为什么呢？他太庄严了，我们觉得这是天神，这不是人啊，见他都不敢抬头啊。所以他要实现丈六精神啊，在人中我们看很殊胜，还可以接受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可以接受。如果说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就不敢接受。隐身张力，那刚才讲，这是真的，这个金律仪相上都有。佛度猪，这一群猪，他也到猪里面去投胎。你看，佛身现在写个猪身，他也度那些猪，跟那些猪讲经说法了，那个猪圈就是道场啊。这样应以什么身得多就现什么身。那个蚂蚁要是那一窝蚂蚁要是学佛的，过去生中有学佛的善根，那佛一定做蚂蚁王去度这群蚂蚁。无论在哪一道无形众生里面我们像这个山神、树神、草木神里头有没有佛在应化呢？有啊。只要有一个人他有善根，佛都不会舍弃的。真的，佛事门中不是一人。第八，饮食十全根。是大法，究竟法太深。佛门里面没有秘密。可是经里头为什么有解深密经？
啊，那个秘诀是他道理太深了。啊，他那个秘是深秘，不是秘密。啊，我们一般初学的不懂啊。啊，华严里面就有深秘的部分，啊，像我们现在所学的妄境幻缘，讲宇宙的缘起，讲这个世界的来源呢。啊，通常我们讲世界，我们想不到啊，世界有那么复杂。啊，一重一重的。啊，我们今天科学只发现到星系。啊，星球。啊，一个小的星系像太阳，啊，有一群行星围绕着它，啊，这成为一个小的星系。那太阳呢，又绕一个大的星系。我们知道，太阳绕银河转了，啊，银河是不是绕更大的一个星系？是。我们还没发现，太大了。这佛经上讲的清楚吧？啊，到最后真的你看到大而无外。那讲不管多大的这个星系，都是微尘。集聚的，这《金刚经》上讲的，一合中，啊，一就是微尘，都是微尘聚合的，缘聚它就有，缘散了就没有了，所以世界有尘住坏空，啊，那么佛对于小根、劣根啊，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么高深的理论，给我们讲人道，讲你孝顺父母啊，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帮助你，你来生能生人天，不堕三恶道啊。啊，如果你给你讲六道轮回，你听懂，你觉得六道不好啊，这个生生世世在里面轮转呢，这不是个办法啊，你想超越啊，那就给你讲声闻，讲缘觉，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这叫全巧方便啊！啊，所以四圣法界叫方便土，那就是全啊，人天也算是全，这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法界啊，设法界这个六个层次啊。受苦少啊！啊，下面这四个是很苦啊，修罗、魔鬼、地狱、畜生，这个太苦了啊！那么这些是从哪来的？都是我们不善的。染疫恶疫造成，所以这自作自受啊！啊，迷惑太重的时候就产生这个现象。
所以佛非常慈悲呀，把真实的不说，等待缘成熟了再说，啊，先教给你这些想法，你会非常欢喜接受。啊，第九，是灭令目恩呐。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世间教学，教了49年，他老人家走了。啊，让后人永远怀念他，永远的仰慕他。他的遗教还在，我们的认真呢，从遗教上来学习，遗教就是经典呐。啊，如果佛要是常住在那个地方，人就慢慢懈怠了，不要紧，今年不学，明年可以学，可以啊。啊，明年不学还有后年呢。很不容易激发他精进的心。啊，所以我当年在台中求学，我是从外地到台中的，他们家住在台中，老师住在那里，慢慢学可以，有的是时间呐。可是我没那么多时间呢，我在台中想想我能住几年呢？啊，所以把这个学习的时间就抓得很紧啊。啊，他们学10年了，我跟老师讲，我希望我2年能够赶上。你是从外面来的，心里着急啊，所以我学的比他们用功。啊，我没想到我在台中还能住10年呢，真不容易啊！啊，我学最初到台中啊，是居士身份，47年啊。是46年，好像年底过年的时候，我到台中。啊，见了李老师，在道场里面做义工，啊，跟他学经教，我学的进度相当快啊，平均1个月学一部经。啊，李老师的标准是这一部经学的会啊，你能够讲，能够上台讲，算你学了。实际上他没教我，我是旁听学会的。啊，那个经学班，因为我去的是最后，他教学是按这个顺序来的，我的名字排在最后。啊，所以没有轮到我了，我就离开台中出家了。啊，那个时候在台中住了1年3个月。啊，这个还是，还是47年，啊，47年的事情。啊，也是8月了，你说。八水灾啊，我去到台中去时遇到50年前8起水灾。啊，我记得我是8起水灾好像前2-3个星期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不到1个月嘛就碰到这个灾难。啊，那我是48年，
48年离开台中出家的。总共在那年一年三个月，15个月，学了13部经。李老师那个时候经学班20多个同学，两个人一组，一个是讲国语，一个讲台语，我们在旁边听旁听。我的记忆力、理解力都很好，所以老师教我旁听全听会了。所以我一出家就开始讲经，就教佛学院。我学了13部经，教佛学院一个学期教一部啊，3年佛学院毕业了，我才教6部。我还有7部还没有派上用场，所以我对这个佛陀教育就有很大的启示。中国传统私塾教学的方法好啊，真见效啊，而佛学院那种排课的方法的时候学不到东西。我在佛光山住过10个月，东方佛教学院。我跟星云法师谈过这个事情，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我当年是跟他结义，他那时候有100多学生，3个人一组，一组就是专攻1部经。我跟星云法师建议，10年之后，他就变成这1部经的专家，学无量寿经。这3个人专门学无量寿经，学地藏经专门学地藏经，3个人学金刚经，3个人专攻金刚经。我那时候估计呀，我说10年之后啊，佛光山可至少可以出20个最优秀的讲经人才。10年的时间呢，专攻一部啊，他心是定的，定能生智慧呀。我离开佛光山40多年，佛光山好像开山44年。大概差不多40年的样子。所以佛法的修学成就啊，无论在家出家，只要你肯干，你能如法啊，这个法就是戒律啊，所以你要坚持这方法，那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戒行相应，这是秘诀。这个秘不是秘密，这秘深秘。说起来容易，道理太深了。你能够坚持，没有一个不成就。我学佛的时候26岁，出家的时候33岁。我学佛7年出家，出家就开始教学。50年没中断。现在我们学这个望境还原观呢，学得非常有味道啊！能够体会，能够理解。
啊，这个华严观一般讲，学佛20年、30年很难体会，很不容易。啊，如果是一部经深入，无论学哪一部经，啊，真正是10年，有10年的功夫，他有定有慧，学这个华严观可以。如果不是一门深入啊，10年的这个熏修啊，很难，这境界太高了。啊，真得受用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一生八相成道的事，这个示现，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啊，那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模范啊，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一生可以达到佛的境界啊，我们常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能达到。那念佛呢，可以达到离一心不乱。啊，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那这教下呢，教下讲大开圆解，也就是说，这一部经你通了，通了，见性就通了。到见性的时候，十方一切诸佛所说的话你全通了，不离自性嘛，啊，全是自性流露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怀念世尊，仰慕世尊，向世尊学习。末后一条，悲念无尽恩，同体大悲也啊，如来悲念一切众生故留佛教以救济之。你看看，要留余福啊，我们没有福不行啊，没有福你生活有问题啊。啊，对天下出家人依照佛法修行，我们不从事于生产事业，你这个最低限度的这些衣食住行从哪来啊？这有供养，这个供养是都是非常信仰佛陀的人啊，佛陀赐福给他们，他们以余福来供养三宝啊，所以出家人呢，四时供养啊，饮食、衣服、医药卧具不会缺乏啊。佛不在世，经典最重要，所以佛灭度之前教导我啊，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了，以法不以人啊，修行人必须记住，要持戒，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要持戒，不怕苦。啊，给我们留的四依法，
一法不一人。一意不一语，你翻译就没有问题了。只要意思对了，言语长说短说、深说浅说不重要。啊，意思正确。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啊，什么叫了意呢？其和自己根性的是了意。我学了真得用处，我学了没有用，我用不上，那叫不了意。啊，肯定在自己生活用得上，工作用得上，处事待人接物都能用得上，这了意啊。啊，最后教给我们一知不一识。啊，知是什么？理智，识是感情。跟世尊学佛要用智慧，不能动感情，动感情呢就错了，你什么都学不到了。讲得多清楚啊！又告诉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四句话太重要了啊！我们就依这四句教诲，才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诸佛随类化身，言种种法，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样说，把所有宗教、所有圣贤的教诲，通通包括在其中。心量脱开了，门户之见破了，这才真正叫大成。啊，这个几句我们念一念。啊，他后面说的是，留20年于佛，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视同人寿，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呢，都是100岁。啊，佛80岁走了。他应当要再活多活20年了，他80岁走了。那这二十年的余福留给啊一应末法弟子。哎，这就是给特别给末法的学佛的佛弟子。啊，复留三藏教法，广令众生依止修行呢，皆成圣果。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教法就是经典啊，经典里面有教理有教显有教法有教果啊，我们不依照经典去修行，那你就错了，你不是在学佛。所以寺庙里都不讲经怎么可以呢？啊，自古以来哪一个寺院庵堂不是天天在讲经教学呢？啊，有些寺院庵堂是专科学校讲一门，啊，譬如讲法华经，法华经一遍讲下来要2-3年了，
啊，两三遍讲完之后，重新再讲。啊，这个是什么呢？佛法重在熏修，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的修。啊，你的心呢，专一啊，专一就得三昧，学《法华经》得《法华三昧》，学《金刚经》得《金刚三昧》，啊，学《无量寿经》得《念佛三昧》。三昧是清净心，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啊，所以学佛不能不重视经教啊！啊，《华严经》太大，讲的人很少。啊，华严经讲一遍，看，我这讲了不少年了，一半不到啊。啊，我看看的时候，大概是五分之一，已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那照这样讲下去，啊，后面至少还要20000个小时。这华严经啊，我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所以只好讲到哪里算到哪里了，不能盼望着圆满了。你说一天2个小时，天天不间断，一年才1200个小时，啊，10年才12000个小时。那不得要将近20年了。那我再过20年的话，就100多岁，你今年80了，啊，真的要到100多岁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一定的要懂，啊，要真正的依教修行，啊，决定的求生净土。这就对了。我们再看大师给我们做的总结：然此关门，名目无定啊。名是名词。啊，目是题目，没有一定啊。他给我们选的这个名词是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他说若居一体，他里头一共6门呢。第一门呢，就是讲一体，自性清净圆明体。如果要是居一体来定这个名称，即是海印秉现三昧门啊。这在前面说过啊，这个海是比喻，比喻性海，真如本性啊，大而无外啊。啊，像大海一样啊。这应是什么呢？应是应相啊，就像水。水很平很清静的时候，四周的风景呢
就像镜子一样都照在里面。这叫秉性，秉是清楚现象啊。啊，高雄这附近有澄清湖，我去过几次。啊，这个湖水干净，高雄市的饮水吧，所以水源保持得很好，很干净，没有什么浪。啊，所以照得很清楚。啊，你能看到对岸的风景，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海印秉性的意思。啊，从这个地方呢，你能够得定，得清净心的。三昧门就是清净心。啊，何其自信的本自清净。贤首过世，在这个第一段一题里面给我们讲，自信清净圆明体。那清净就是三昧啊，圆满，没有丝毫欠缺。啊，光明是讲智慧，啊，也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佛说这一句，而他呢说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跟佛讲的是一个意思。那若有二用而论呢，即名华严妙行三昧门。啊，从一体啊就起二用啊。啊，二用是起两种作用。啊，一种是现象发生。依报，第二种呢，正报，我出现了，我从哪里来的？诸位要知道，我跟宇宙是同时生起来的，没有先后啊，所以我是正报，宇宙是依报，依报里面有有情的依报，有无情的业报，有情是众生，无情的也是众生。众生的意思，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连虚空也是众生，没有一样不是众生。所以佛法众生是广义的，啊，要讲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都是属于我们的依报啊，不是正报，正报就是自己。每一个人自己称自己是正报啊，称我们生活环境的那都叫依报。从这二用来定名字呢，那就是华严妙行。华严是一真呐，啊，这个法身太妙了，太奇妙了。说若具三遍为言呢，即是成含十方三昧明。啊，你看三种周边。啊，第一个周边法界，无论是依报是正报，啊，通通是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啊，依报畜生无尽，我们能够体会到。正报我自己畜生无尽是妄念呐，你看那个念头，前个念头灭了，后念头追起来，畜生无尽啊！啊，到死，身体死了，你那个灵魂还是妄念不断，
永远不断，真的出生无尽。后面那个要知道，含容空有，这个一定要晓得。我们现在这个失掉了，心量太小了，不能包容别人。你本来心量是含容空有，含空虚空啊，心包太虚啊，容有就是量周杀尽。你看，原本我们的心量是这么大，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小？叫错了。那么若准四德为名呢？那就是四摄摄身三明门。这个四摄好啊。这个四德是自信根本的四大德。第一个随缘妙用，那就是佛菩萨。什么是妙用？可以随缘。随缘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妙用啊！诸佛如来应化在人间了。你起了分别执着，就不妙了，你烦恼起来了。这个要学。那第二个呢？唯一有责。这个就是时时刻刻要想到给一切社会大众做出最好的样子。个人最好的样子。家庭是所有一些家庭最好的样子。这叫唯一有责啊。那真叫幸福美满了。那是菩萨应时啊。第三个，智之若火。存心正直，态度如何？末后一条，待众生苦。我们要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护持正法？尽心尽力都是待众生受苦啊。下面是若有无止。而言呢，即为即用无碍三昧门，只是放下了，放下就无碍了。你不放下，那就很苦啊。所以无止是放得下。若取六观为名呢，就我们刚刚学的这一段，佛果无碍三昧门。六观终极的目标是教我们成佛。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是如如佛，你本来是佛。如是等义，随得立命。说据教说为六观，虽入一门呢，众德贤居，无生即贤，患有废亡，设法界而为一成寿，居一生而实圣贤。这个意思，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引用华严经典教义，详细向诸位报告啊。如是等义，非情所图，世境见出，思之可解。华严经的义理，还原观的义理，无由穷尽啊，真的是深见不到底，广摸不到边。
太深，太大了。情是情识，我们如果讲用思维思考，那你是决定做不到啊，这个图就是你得到啊。所以为什么科学家哲学家没有办法入佛的境界，他们没有放下意识的思考啊，只要用思考用第六意识就不行，你就做不到啊，要非清所图，实境见处，实就是八个实啊，八十放下了，不用它了，转八十成四智，那就你就见到了。那你要是用情识，情识就是这个我们讲八识记忆啊，思维判断，用这些东西对华严经是你决定参不透啊，你决定啊没有办法明了它里面的意思，这个教义啊，所以你必须啊，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越轻，你就能起入近一点。要是太重了，那你根本就不能入门。愚虽不明，这个愚是行受过失啊，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我虽然。这个智慧聪明还不够啊，数万字经啊，啊，他是华严宗的祖师，专攻华严啊，所以向来啊喜欢这部经典，聊生耳目之闻，世集弥天之意啊，啊，这是讲他谦虚，他自己。写这篇文章啊，写这篇是像偶木啊，啊，玩偶啊，木纳啊，也就是自己谦虚啊，写的东西不圆满，写的东西啊不能像佛所说的啊，这是用这种粗拙的文字啊来示己。这个事也是尝试的事啊，不敢确定自己的著作好啊，即弥天之意啊，这是华严经的教义啊，确实广大无与伦比。下面首诵备询诸教本，即自华严观，文乐亦无缺，智者当勤学啊，这是勉励我们啊，文很短啊，不长啊，不长啊，意思是圆满的，意思没有欠缺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应当勤学。我们的这是第二次啊，我们在一起学习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到这个地方圆满结束了，谢谢大家啊！那么就是最终圆满的这一天，我们要想着报恩啊。第一个，我们要报佛祖之恩啊，经释迦牟尼佛讲的，论贤首过世，菩萨再来呀、啊，他做的这个论。第二呢，报父母恩，报祖宗恩。第三个，报国家的恩，啊，报国主恩。第四个，报一切众生。啊，常常怀着报恩心。
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很多人忘恩负义啊，我们每天念兹在兹，展开经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经讲圆满了，嘱咐诸位同学啊，我们要认真地学习，希望呢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到忘经还愿。谢谢大家。